标题：中国第一部爱情电影的女主角做客《天天向上》，堪比现在的赵丽颖《天天向上》。近期在做一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专题，最新一期节目回顾了近40年来老百姓的服装变化，其中有一部电影对观众产生很大的影响，那就是1980年上映的《庐山恋》，女主角是张宇，男主角是郭采洁。1978年改革开放，1979年开始筹拍，1980年上映。该片是中国第一部爱情电影，以前没人敢拍。这部电影的放映次数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。除了刚开始在全国放映之外，38年来，该片还一直在庐山的某个电影院放映，共计放了27000余次。张宇当年有多红，堪比现在的赵丽颖及流量与国民度于一身。本期的嘉宾还有1982年出生的王龙，1971年出生的瞿颖，再加上1974年出生的汪涵。他们三个人见到张宇很激动，因为张宇那个时候就是女神，王龙年龄稍微小一些，但是受到妈妈的影响，他也非常喜欢张宇。张宇的形象和赵丽颖也很像，都是邻家姐姐。这部电影除了放映场次第一，还有两个记录：第一次荧幕泳装，第一部吻戏。要知道，38年前中国人穿衣服还是相对保守的，在荧幕上穿泳装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，牵手都被视为禁忌，更别说接吻了。张宇表示，看剧本的时候，泳装和接吻都没有，都是后加上去的，非著名于评人吴兴公指出。因此当时很多观众都以为张宇和郭凯敏是一对，要不然不可能接吻。